Shopping? Is she your girlfriend? Wife. Wife, really? Wolf. 就是以前也没有那么难吃，而且特别是他那个菠萝面，快点，快进去！那你看不觉得当当的上面八戒出来，闭着这种八戒啊你！我点心跟五包戒，你有没有吃过你怎么知道？你要看我怎么吃？不要碰我！多大嘴巴，多大嘴巴，多嘴巴，我就。 给人过吧。你跟我求婚，只用庙宇霸主。到底给不给啊？你都已经三十了。我才刚满二十八啦。农民历就三十啦。为什么不能跟布莱德一样？为什么要跟他一样？高北恒，你太过分了啦！管不管得着？你说过什么要不要都不讲清楚，你现在都被人家搞清楚。钱多。你们投胎深度很好。 这是我的家，那韩国的招牌面包吧。这我用心摆，这我招牌。